好，我们下面来看第十四课的第二段。第二段说 ，600 years ago, Sir John Hookwood arrived in Italy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and settled near Florence. 他说，600年前，约翰·霍胡德爵士就带着一队士兵到了意大利，并且在佛罗伦萨附近这儿定居下来。这个600年前就 600 years ago， 这个简单啊。他来到了意大利，怎么来的？还带着一队士兵，跟着士兵一块来的。With a band of soldiers， 大家还记得在第八课讲过这个 band 可以表示一群人，咱们指那个什么滑雪的一群人的等等等 ，party band group 等等等等，这一群士兵，并且 settle 在这是定居，定居在这个地方。本来它可以表示殖民，殖民也是长期住在这个地方呗，这是定居在佛罗伦萨附近。这个我们把这句话看能不能复述一遍，造个句子啊。我们先说中文，600年前约翰霍胡德来到了意大利，怎么来的？带着一队士兵来到意大利，并且在佛罗伦萨 Florence 附近驻扎下来，定居下来，可以怎么说呢？ 600 years ago Sir John Hookwood arrived in Italy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and settled near Florence， 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这个定居下来。咱们看能不能类似造个句子。我说，早在1984年的时候，我就随父母亲到了北京，并且在天坛附近定居了下来。定居一样可以用 settle 这个词。早在什么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用 as long ago as 这个结构，对吧？咱们见过。那么我随父母亲到了北京，可以说我到了北京跟谁呢？ With my parents， 跟我父母亲一块来的。在天坛叫 the temple of heaven， 祭天的这个庙，天坛附近定居叫 settle。 我们看能不能复述一下这句话。早在1984年， As long ago as 1984 I arrived in Beijing with my parents and settled near the temple of heaven。好，出来了。这个句子跟本文中句子结构是类似的，对，而且我们见过的结构照着写的话肯定错不了了。包括前面那个早在 as long ago as 也是见过的搭配，特别扎实，特别踏实啊，这心里特别放心。见过再写，听过再说，没错，对。好，那么我们最后再看看这个 settle 在这个地方表示定居，在这个地方定居，或者表示殖民，在某个地方殖民都行啊。但是如果强调不再漂泊，定居下来过安稳的日子，还有一个结构跟它类似，叫做 settle down， 表示不再漂泊，从此以后过安稳的日子，而且尤其暗示娶妻生子，结婚生子了，哎，以后定居下来，安顿下来了。我们用这个，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哎，表示定居下来，而且从此不再流浪，不再漂泊，不再打油飞了，那结婚这个生子用它。我们看例子。 They'd like to see the daughter settle down, get married and have kids. 他们呢想看到他们的女儿定居下来，结婚然后生一堆孩子。那么以后这个 settle down 表示不再漂泊流浪，结婚生子用它用得好。这闺女老大不小的，60多了，对吧？再不结婚的话生不了了，就那 settle down 叫定居安顿下来，不再漂泊流浪，以后呢成家立业，这么一个意思啊。你看我们在这个第36课里面也出现了类似搭配，咱们看一看啊。在166页的第22到23行，166页的22到23行，这句话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an air raid, Han settled down in a village 50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Assuming 是以为了，以为他的家人呢在一次空袭 ，air 的空袭中呢，都已经被杀死了，都死掉了。汉斯呢，在距离这里5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在那定居下来了 ，settle down， 暗示结婚生子了，对，生一堆孩子，长期住在那儿了，并且一直到了今天，一直从那儿开始，一直就没有离开。Ever since， 咱们第二个讲过，从那以后一直如何啊？这是 settle down。当然 ，settle 还有更多含义。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课时呢，也会说 settle down， now settle down， settle down。It's time to begin your class. 大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别说话了，上课了都。这个安静下来也可以用它 ，settle down， 安顿定居下来也可以用它，因为它有 down 向下嘛，安定下来，安静下来 ，settle down， 这个意思也行，多意思。好，后面就说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iovanni Acuto. 他很快就出名了。
并且慢慢的，意大利人都把他叫做 Giovanni Cotto， 这个人出名的特别快啊。但是这个出名了叫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这个不能翻译成他很快给自己做了一个名字，起了个名字。习语记住，不能拆开翻译，要翻译成成名、出名了。这个搭配叫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名声，这个不是名字，是一个名声，就是成名了、出名了。make a name for oneself， 一个字儿都不能变，把它固定搭配记住就行了。看一个简单例子，葛优 first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movie 顽主。哎，葛优当年是在顽主这部电影中成名出名的 ，make a name for himself。当时葛优头还没秃呢，对，在很多年前 ，make a name for himself， 可以这么来说。成名出名，这是重要表达之一，希望大家把它记住。记单词不如记搭配，记搭配不如记个习语。习语就好比中文成语一样，老外用中国话写文章，能用上几个地道成语，咱们立刻觉得老外不一般。咱们同样的写作中用几个习语，那么外国阅卷老师觉得这个中国人很不一般啊，地道用的地道。但是成名还有一个固定搭配叫迅速成名，这个结构也非常漂亮。我们把后面这个介词特别的重点记，叫 become famous overnight。这个 overnight 这个词呢，我们在第30课《幽灵之死》未来会碰到。它本来可以表示在夜里、在夜间，派生意表示迅速的、快速的，在这儿当然是快速的。它不可能真是在大半夜出的名了啊，当然也背不住啊。在夜间指极言速度之快，叫一夜成名了。中文中也说一夜成名，它也未必是半夜成的名，对吧？叫 become famous， 来读一下我们的副词 overnight。注意 V 还是上牙触下唇，再来一遍 overnight， 叫一夜成名了，迅速成名了。你比如说 ，with the success of their first record， they became famous overnight。随着他们第一张唱片的成功，他们一夜成名了。这个乐队组合呀，什么歌手啊、演员的，出名的特别快，你看迅速窜红了，一夜成名了。这个搭配顺便也可以把它记住，作为固定用法把它记住啊。但是还有，我们说某人成名出名了，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在21课会碰到的，就是 rise to fame， 好像是上升到了这个名气里面去了。这个 fame 一定是好的名声，可以这么说。那 rise to fame 没办法记住就好了，这也是成名出名类似啊。你不信看咱课文中，在第21课106页的第11行，多看新概念的例子比踏实，比字典例子更踏实啊，错不了。 Mendoza rose to fame swiftly after a boxing match when he was only 14 years old。 门多萨在一次拳击赛之后就迅速出名了，这个迅速后面加了个副词 swiftly 非常快速的 very quickly，迅速成名了，成名的是 rise to fame， 这一般过的事呢就是 rose to fame 就好了。而那次比赛呢，的时候他时年只有14岁，14岁就成名了， rise to fame 成名，这个结构也是固定用法，咱们可以记住。但是如果我们要表示事情出名了，这些呢一般多指人嘛，人出名了，乐队组合出名了，如果有一个事儿满城风雨尽人皆知，这个时候呢咱们用这个结构更贴切一些，叫 make headlines 或 hit the headlines， 成了大字新闻了。这个 headline 可以表示报纸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变成了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了，就表示这个事情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了。这个第一个用 make 的时候呢，有没有定冠词的都行，咱画一括号，我们分别读一下 make headlines， make the headlines。哎，加不加定冠词的都行，但后面那个一定加的没办法，这背下来就行了。大声了没 ？Hit the headlines， hit the headlines。第一个是变成了大字标题，在这呢是到了大字标题那儿去了。这 hit 叫碰撞、撞击到那儿了，到了那儿去了，成为大字标题了。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当年这个911事件是个重大事件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made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911恐怖袭击迅速成了世界的头条新闻，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或者用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hit the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 就好了。这是表示成名出名几个五星级的重要搭配，咱们以后在表达时就更加丰富多彩，而不会拘泥于一两个单个的词汇了。好，那么后面说这个他很快就成名了，并且怎么样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 come to do， 可以表示
慢慢就开始如何了，慢慢的大家就开始这么来称谓它的 come to do， 就慢慢的就开始怎么样了， come to do 逐渐的慢慢的就开始某事就发生了，这个在后面也会碰到啊。慢慢的大家开始作为直弯这个 kuto 这个称谓来称呼它，这是我们在第四课里边一个知识点的复习。 know A as B 叫做把 A 称为是 B， 这个 know 跟 as 搭配不能翻成认识了，得翻成称呼，在本文中只不过更复杂，它变了被动，把这被动搭配顺便咱们记住就好了，叫做 A be known to be as 叫 A 被 B 称为什么，咱们中国人不喜欢用被动，那干脆用主动翻译 B 把 A 称为是什么就好了，这个 be known 注意不要翻译成被知道啊。本文中呢是不是翻译成慢慢的意大利人都开始把它叫做 Giovanni Cotto， 用这个称谓来称呼它就好了啊。咱们再多看几个这个课文，你看是不是用同一个搭配，比如说咱们看第146页第八行最后到第九行31课，146页的第八行最后到第九行31课里面，可爱的怪人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Dickie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这还是用被动，我们中文翻译主动 B 把 A 称为是什么，对吧，我们大家我们所有人都把他称为叫 Dicky， 叫迪基来称为他，并且他的这个怪癖 eccentricity 就古怪的行为了，在他死以前很久早就变得很出名了， legendary 在这儿不是传奇的就是 famous， 这是多义词，早就出名了，你看我们打把他称为叫做迪基，在英语中被动，中文中可以用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他和我们大家哪个重要，当然他是主角嘛，用被动是不是进一步可以突出这个动作承受者吧，否则你把这个 we all 放到这个主语的话，这个重心就偏移了，句首是关键位置，造个句子体会一下，中国人把李白称为叫诗仙，叫 poet immortal 不朽的诗人，跟神一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叫诗仙 poet immortal， immortal 这个词到了17课这个最长的吊桥那课时候就碰到了，我们先读一下 immortal immortal，像上帝一样不朽的永生的流芳百世的，那我问大家，中国人和李白在这句话中哪个重要，那显然是李白重要吗，这是主角吗，咱们说说看看怎么说，李白这常使用一般现在时 is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poet immortal 这个称谓就好了，但翻译成中文呢是中国人把李白称为叫 be known to 后面加 s 就好了，对，咱们复杂一点再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例子，咱们说一个美国人，篮球运动员埃尔文·约翰逊迅速出名了，并且美国人呢开始把他称为叫魔术师约翰逊，迅速出名了，就用本文中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结构 soon make a name for himself， 但用这结构咱背背，那美国人开始呢就 come to do 吧，慢慢慢慢就开始怎么样了，对，把他称为叫魔术师约翰逊，他应该是 be known to the Americans as魔术书院看去叫 Magic Johnson， 台湾翻译成魔术强森就好了，对，那么我们看看篮球运动员埃尔文约翰逊 Basketball player 运动员 Aaron Johnson soon 背一遍 made a name 一般过的是 for himself and 慢慢的开始 came to be known 后面介词呢 to the Americans as Magic Johnson， 好了，这句话咱们心里又特别自信和踏实，又是呢我们见过之后再写肯定没问题了，我们现在积累的少，我们把第三册60篇文章以后，我们把第四册48篇文章学完之后，我们发现英语可以说未必达到英语专业8级这么高的水平，但至少我们生活中常见英语像4、6级托福雅思这种轻松的考试可以一马平川了，可以说啊，你看 basketball player Aaron Johnson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Magic Johnson， 就好了啊。好句子，咱们多活跃活跃这个句子啊。好，他是怎么出的名呢？读者很好奇，说这个人一个歹徒怎么出名呢？后面说了 ，Whenever the Italian city-state we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Hawkins used to hire his soldiers to princes who were willing to pay 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这句话咱们做的语法成分的分析。这个逗号前面的黄颜色的斜体字明显是 whenever 引导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whenever 翻译成无论何时，对吧？
无论何时，只要这个意大利的城邦之间彼此之间在交战，在交战，处于战争这个战争状态啊。City state 表示小的城邦，就一个城堡加上周围点这个田地，就构成一个这个小国家，一般是小国附属国了。那么无论何时，只要这些城邦之间彼此在打仗，在打仗就 be at war with， 咱们会讲一会儿啊。然后呢，这个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主干结构，主干是 Hawkwind used to hire his soldier to princes。那么霍霍伍德呢，就在过去，在当时常常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士兵就租给了这些诸侯王。注意 hire。后面加了介词 to 是出租了吧，他不是管这些诸侯王来租用兵，而是出租给这些诸侯，就等于他的兵是雇佣兵了。哎， princess 这个词呢，本来可以表示这个王子的意思，但在这儿呢就是小的诸侯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统治的地方叫 city state， 是城邦，那么他呢一般是附属国，城邦的一般的大的王国咱们叫 kingdom， 叫王国，就 kingdom。我王国的国王咱们就 king 啊，但城邦的这个国王一般是国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那里当小城邦的附属国的国王，所以呢王子跟小诸侯王用同一个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哪些诸侯王呢？后面大家定义从句 who were willing to pay 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 就是愿意支付他所要的高昂价格的这个诸侯王。但是他的兵呢，你借过来还有好处，为什么？他雇佣兵武力强大，身经百战的，确实战斗力强。然后后面定语从句里面还嵌套了一个划横线的，就是一个 he demanded， 嵌套在内部的定语从句，相当于 which he demanded 或者 that he demanded 来修饰前面这个先行词 price， 这个 high price， 他所要的高昂的价格。定语从句中嵌套了一个省略了 which 或者是 that 的划横线的定语从句就好了。好，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那么再回到这个从句里边，他说无论何时，因为 never 咱们讲过多次不重复了啊。意大利的城邦之间彼此在打仗的时候，那么与某国在交战，这是固定搭配，叫 be at war with。 be at war with 表示与某国处于战争状态，正在打仗。这个结构是我们 war 战争这个词构成的几个常见搭配之一。在打仗，注意 war 前面是不能加冠词的。非常简单的，咱们说中国跟日本打了八年的仗，延续了八年，咱们完成时，这是过去，所以过去完成时就好了。China had been at war with Japan for 8 years。中国当年与日本曾经八年处于战争状态 ，be at war with， 与某国正在打仗，哎，处于战争状态，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以前我们还说过 war 的几个构成的固定搭配，大家可能还记得，比如有一个向某国宣战，还记得吗？咱们在以前讲那个 declare 十一课生词表讲 declare 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 declare war on？ declare war on 向某国宣战， declare 是宣布，这个 war 前面一样不能加冠词，再加介词 on， 向某国宣战。你看这个做派生意也用的特别多，你看这句话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war on official corruption， 这句话还记得吗？中国政府怎么样呢？向官员腐败现象宣战，这并不是真正的一场战斗了，但是跟战斗也类似，对吧？就是打那些大老虎。那 declare war on 就向什么什么在宣战，可以用这个注意介词加 on， war 前面没有冠词就好了。那么我们再类似看一看另外一个搭配，就是向某国发动战争。这是宣战，如果发动战争呢，也有常见搭配，就 wage war on， 这个 wage 是发动，发动一个战争啊，一个什么运动啊，可以用它。我们来读一下 wage war on， 向什么什么发动了一次战争，可以这么说啊。你看 the U.S. 美国 wage war on Iraq， 向伊拉克发动战争，可以这么说。这个也经常做比喻，因为生活中打仗毕竟是少数，那经常做比喻。你不信看54课就用到了 wage war on， 我们看244页的。第一行后面到第二行，244页的第一行后面到第二行。We continually wage war on them, for they contaminate our food, carry diseases, or devour our crops. 这个 them 表示那些 insects 虫子、昆虫啊。我们呢，总是老是向昆虫们、虫子们发动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讨厌呗，他们弄脏了我们的食物。他们携带病菌让我们得病，并且还贪婪地吞吃掉我们的庄稼，所以我们对昆虫发动战争，什么杀蝗虫啊，什么灭跳蚤啊， wage war on， 可以这么说。
顺便在未来会讲到这个玷污，把什么什么弄脏这书面语出现，我们大声也读一下，contaminate，contaminate，就是把什么什么弄脏的意思，弄脏我们的食物啊。好了，这是 war 的三个搭配，咱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与某国处于战争状态 ，be at war with。第二个，宣战 ，declare war on。第三个，发动战争 ，wage war on。记住就好了。本文中说，无论何时，这些城邦之间彼此之间在开战的时候怎么样呢 ？What would used to do 还是过去常常了，在当初常常把他的士兵租给那些诸侯王，就是愿意掏他所要的高昂价格的诸侯王。但是我们看到这 hire 得翻译成出租，把兵出租给他们，因为后面介词加 to。但如果用诸侯王做主语呢，就得用 from 了，他从霍虎德的那里雇用了兵。哎，你不信看我们书后题69页的第6题。快些啊！看书后题69页的第6题 ，Princes used to hire， 应该选哪个？直接把 C 和 D 都排除了，都不可能。哎，在这里诸侯王做主意，后面可能跟 from 了。在这选 A 还是选 B 呢？应该选 B， 从他那里租士兵。你前面这个霍古的前面没出现，你说这个 his 在他的士兵，他的从何而谈起嘛？所以因为前面没有出现霍古这个嘛。对吧？所以选 B 就好了，从他那里租来士兵。注意，这个时候就是雇用，而不是出租。为什么？介词，决定了它的含义。